GoEast Chinese listening. 聚会上的寒暄。多多，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聚会了，谢谢你邀请我过来。小红，我特别开心你能抽空过来玩，你的耳环好别致。谢谢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很简单，如果你喜欢，下次我可以给你做一副。你真是心灵手巧，什么都能自己做，我可要好好向你学习学习。哪里呀，我还佩服你呢，能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办成这么一个隆重的聚会，真有你的。还不是大家给面子嘛，那你随便转转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好，你忙你的，不用陪我。嗯，一会儿见。GoEast Chinese Listening